开始。一二三，一阿伯一，但一阿伯一二三，你不是开始了一二三吗？没有，你挂了，你挂了。开始。一，你不说一二三吗？你不是不讲了吗？你不讲要讲还是不讲？裁判也是，你球员也是。自己拿报，拢没看我面色一个哦。谢谢阿公，就跟你讨论，你参详大声叫我们参，都要处理啊。哦，好，刚才个懂了。挑战开始。今麦要冲啥？猜歌吗？猜歌嘿啊！我嘞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哎，哇！就是你，前面在欺负老人哦。前面蛮有默契，你在欺负老人呐。你们这样对吗？你们前面那么有默契。老人呐，前辈啦。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。一阿伯一，但一阿伯一二三。你不是开始了一二三吗？没有，你挂了，你挂了。不是啦，笑死我！你规则要清楚。我们刚才一直说开始一二三，要不要一二三？好，开始上诉。你的错，你挂了，你出去。啊，对不起，你挂了，你才挂了。说人家挂。对，开始一。你不说一二三吗？你不是不讲了吗？不讲要讲还是不讲？裁判也是你，球员也是你。你看那个那手势，你决定，你决定，一二要还是不要？啊，心里面默数一二三。好，那我们看你的手势。那个手势，你手势到底什么游戏啊？哎，那手势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。你刚刚你们两个刚。哦，那你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，挂一挂。球一挂，球一，你的两分。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。你够气啊！你够气啊！你无多啊！你也瞅一瞅哟。是个阿婆，拢没看我面色一个哦。细声讲，就跟你讨论。不不，参详大声叫我们参，都要处理啊！气啊！他说不来哦。你讲哦，你去我蹲地就挂了啦，蹲地就挂。来来来来来，开始。一、二，我你这个卡上来哟。一滴清泪，一颗破碎的心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不能换回的人。对，这个还有开过航空公司嘞。哇，这个音质感觉很久以前了。黑胶唱片嘞。爱你也深，恨你也深，恨你也深。好，请亮答案，一二三。负心的人，的人，对对对，哎，这个声音是姚淑荣，姚淑荣唱的，但是真的原唱人是汤兰花，对，汤兰花，这个名字 cover 的这首花，原唱是在韩国歌，不不不不，日本歌，魔力新一季，日本歌没错，后来他搬到韩国，姜也要炒，姜也要。写下来，把答案写下来哈。接唱，接唱。刚才个懂了，挑战开始。要抢答吗？啊，那个惊吼！这摆要冲啥？猜歌吗？猜歌嘿啊！无嘞，这种熊好熊。我们是巨龙二人组，我爱哭，他耳朵聋。白冰冰还是冷冰冰，就算冷冰冰也要一起。小冰。范冰冰，只要有钱就来抱你，吊起来运动慢慢慢，不要短短短，这样不行。手张开，不要脚张开，运动不要一夜情。耶耶。哦哦哦哦哦哦！潘老师有没有看到？潘老
师若迪，他那个江湖人称亚洲有氧天王，其健身教学幽默风趣而大受欢迎。看似人生美满，但其实潘老师心中仍有个梦想还没有实现，就是能成为全方位的唱跳艺人。在民国初年，潘老师年纪轻轻就拿下歌唱比赛冠军。还以为沈玉琳，一哥啦，不是啦，一哥啦。更曾担任四大天王的专属舞者，而这些亮眼的成绩都没有办法帮助潘老师实现梦想，可能是长相的关系。哎，人家蛮帅的，好不好？不对，是运气不好的关系。但潘老师不要气馁，命运之神今晚降临了，究竟潘老师能一路披荆斩棘圆梦成为唱跳艺人，还是被命运击败呢？潘老师交给你了。哎呦，厉害了，一天的精神，潘老师带来精彩的表演。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我们是酷龙二人组，我爱哭，他耳朵聋，今天就要让大家知道。60还能跳蹦迪，谁说他不行？他非常机灵，就连吃饭睡觉都举哑铃。举哑铃，每个人都知道我是亚洲有氧天王，身为战力各种舞蹈根本难不倒我。昨晚接到通告，叫我一定要到，还要放弃这个家伙，不能放弃。白冰冰还是李冰冰，真是白冰冰也要一起。小冰冰还是范冰冰，只要有钱就来报名。跳起来，运动慢慢慢，不要断断断，这样不行。手张开，不要脚张开，运动不要一夜情。耶耶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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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若迪白，若迪是教练，又是 YouTuber， 还是中广唱歌比赛的冠军。其实大家都会知道，我绝对不会难搞，生活凋零，生活过去还不过瘾，别再将我唠叨，别再帮我泡澡，就算打过来了，我也绝不放弃。白冰冰还是冷冰冰，就算冷冰冰也要一起。小冰冰还是范冰冰，只要有钱就来报名。跳起来，运动慢慢慢，不要断断断，这样不行。手张开，不要脚张开，运动不要一夜情。耶耶，我的白冰冰，哎，呦呦 ，check it out， 白冰冰，为了神冰冰，神经病，真的神经病，哎哎哎哎，呦，吃过冰，还有红豆。阿果芒果冰，还有芒果冰，芒果冰，掌声鼓励！好多冰哦！哦哦，也 OK。哎呦，精彩精彩！哦，表演他智障，我们有这个表演很精彩，他智障，他智障，没有表演的很精彩，是精彩，好厉害！对，我们做不到，我们给你掌声鼓励，我们开心笑了。
我们也会给你掌声鼓励。当然，比如说当中跳错位置或什么，对对对，这个四个人跳的时候不一样，这个应该都不是故意的吧？自然而然的就形成。连彩排的时候都没有一次是对的，没有一次对过。对 ，freestyle， 来拉拉。我觉得太精彩，因为我们这一圈就是摇滚区，从头笑到尾，就是刚刚那个不对拍的，好好笑，不对拍到一个很严重，这还练不出来，对对对啊，我觉得这样就很有效果，就是如果那个像那个排场太大，我就觉得哦，好辛苦。顺便在 A 哦，其实他们那个幽默是有出来的，对啊，大家看完以后有哈哈大笑嘛，对不对？精彩的舞蹈，舞蹈很重要的地方就是你只要愿意认真，你不管对与错都不重要，真的，你有自信的去跳，表情很重要，态度，你自己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自己忘记舞步嘛，一定会，一定会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办 ？Cover 过去，用笑把它带过去。继续跳，对，就是继续跳，因为反正我不管做什么动作，他们都会跟。那是对。就是我做一做，让我等冰冰，我鞋带掉了，我一绑，他们会全部人跟着一起鞋带。哇！以为你的动作是正确的。对，我是决定还是不要跳好了。接下来为您带来一首《忠孝东路走九遍》。好像哦。好的，三位，我们看看到底给了几分？三、二、一，举牌。今日无以回报，他日以身相许。而且我觉得搭阿虎搭得很好，阿虎一出来我就笑了，加分加分，就是要笑，找对人啊。对，你可能是因为你没有跟和尚交往过。不一样，不一样，绝对不一样。美以为什么叫机器人？不。他就是美机器人，但是他叫美玉仪啊！这笨蛋啊！困扰同学，很生气。就哎，看到你就好像到了澎湖。为什么？风湿。吉祥物是风湿。好，五位特别注意哦，你们在艺能界里面，菜头哥应该最久的啦。对啊，资历最久。菜头哥、秀慧姐再来彩花姐，是不是？没有，再来是玉林哥。没有啦，年龄排序，彩花姐最年轻嘛。对，我们两个在一起的呢，差不多啊，我们两个在一起的啦，哪有？14岁就在组，嘿，对呀，蔡老师在，你怎么讲什么排位的代志？排位，哎，最近哦，朋友大概排序，嘿，往往都离我。菜头哥已经是演艺圈的，算是这个叫做活化石，人家说活化石，他对，他这个已经到活化石了。而且他那是二字头的，真的是不容易。三十头。因为我们做节目来讲，我们在艺能界来讲，我们一定要跟年轻人要接驳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他也会觉得说，我们跟你们有距离的，那怎么办？没人安呢？会有代沟，我们要跟大家接近，好不好？好，快问快答。我有一个建议，哎，什么？我今天所有的处罚都给熊熊，好不好？哦，好。哎，熊熊怎么会叫处罚？对啊，对啊，奖励嘛，奖励。我们两个人在那个里面呢，哎。交情啦，什么 FB 的好友？哦哦，你跟小猪的熟？开玩笑，假！你已经无聊到跟这个老头子赖了。我跟你讲，蔡老哥啊，各位也请来观众朋友哈，来来，这句也加起来能差百回。哎，来玩个。这个问题啦哈，因为上节目的位势较高。其实咱家家家拢懂哦。请出题。母汤是什么意思？菜头，请回答。母汤。汤就是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母汤的意思。你，母汤。母汤。母汤，哎，就是比赛，比赛，对，比赛。汤馆子，汤馆子。啊，比赛。就是不行的意思。妈妈掐你母汤，对，妈妈掐你母汤。请你为我心疼，有一日我会你叫好名声。写板题，汉典在吃鼻屎的时候被熊熊看到，解释是因为看到新闻报道说多吃鼻屎可以养成健康的身体，熊熊马上叫汉典去问美玉仪。你赶快去问美玉仪啦！请问，熊熊说的美玉仪是谁？好，吃鼻屎，美玉仪是谁？
请写下答案。美玉仪，你赢了嘛？哎呀，对啊，拎出兵啊！新闻，其实新闻都有在报啊。哎呀，拎出兵吗？新闻都有在报一样。看一下詹老师的答案。我是认为是一个提问的软体。OK， 提问软体，来，再来，秀慧姐。自取字典哦，真的啊，你也点点个没啊？就我的点嘛，盘腿啦，点点的点，地上会不会是卫生署啊？哦，没有没有，哎，因为挖鼻屎，对对对，干净的。OK， 彩华姐，来你的答案。杂货店老板娘 ，OK， 杂货店老板娘很多都叫美玉，也是理由啦，也是理由啦，合理啦。那电头发的也很多都叫美玉啊，美发院、美容院老板娘，头哥帮头哥弄头发的就叫美玉，对不对？正确答案，请给郑杰来。正确答案是每次遇到疑问，只要把他加入群组，就会及时查询谣言，短时间给予回复的辟谣机器人。你可以问他，美玉疑问怎么叫？叫机器人不，他就是美机器人，但是他叫美玉仪啦。这笨蛋啊！笨老同学，生气了。哎，看到你就好像到了澎湖。为什么？风吃耶，不吃风吃。好，观众大家好，我是蔡哲，你看看，好年轻的我，你看不傻，又看了我家的实在做爱人导，是爱人导的。对不对？哎呀，你难怪我好多人喜欢我啊！你看你来不啦？啊啊！你是我的情人。正常呼吸哦。哎，平常很少这个角度看宪哥那么久，而且一直在那边叫，也很难得。然后吐气，往后仰。吐气，气往后仰，哇！听说甄子丹啊，每次到台湾来就是要找他帮忙按，在英国，在英国，英国的店。我的经验是澳洲，然后还有英国跟台湾。那为什么会在英国？是因为那时候他在拍《星际大战前传》，然后就刚好在我们店消费，然后遇到我。遇到我之后，他就有跟我讲说，他其实拍武打片容易右肩很受伤。对，我就帮他按按，他就说你的手法跟我香港的师傅很像，所以他那时候就开始来找我。然后第三次的时候就还有带他老婆一起来，哦，也能够按到大明星，真的声名大噪，对不对？那时候蛮开心，有按过吴宗宪嘛？应该今天就可以，今天应该有机会。来来来，你在脚底按摩是吧？全身都可以，全身好，你哪里不舒服都可以按啊。医师是跟我讲，他说你这个腰很明显。打球吗？还是不是不是，他跟我说你千万不能录影录到凌晨四点。哦，我们这几天都这样，抓到了。身体累有时候也会有可能腰，然后后来还好。我用那个石墨烯的那个靠枕，这个不是用肩的，肩的是肩膀，那个像新产品。因为我按摩，我比较敢给男生按啊。对，哎，真的哦。对，因为怕断针。你可以，因为你可以按干的，按干的，按不要推油哦哦，干的，干的，我会推油。你按一半还能把我的肝拿出来拔我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哎，夸没办法。阿卜丹试试看的，因为他这是道服来服务，对吧？道服服务就要贴你一个车马费嘛。哎呦，对对对，然后跟你的技术的费用、钟点费这样，那很合理。而且像哥他比较高级，他刚刚说他想不只按舒服，他想按开心有吗？有这种服务吗？我是没有提供，但是我遇过客人在询问，询问这种开心的。直接询问他什么事？直接问你什么状况？直接问我。通常在问我的时候，我都会先挡掉。但是有时候就是先都会说，哎，请问有在做一些特别服务吗？在一开始还没去之前，我都已经先推掉了。所以有一些是没有问，然后可能接了之后，然后就当场他就可能按了两个小时，然后。啊，最后他就说，哦，今天就这样而已吗？我就说对啊，就这样啊。他说那还有什么吗？我说没有啊。他说那如果我加钱呢？后来我就哦，原来他想，我就说哦，如果你加钱，我就帮你脚底按摩，就是我再帮他转一下。他说就这样嘛。我说那就刮痧拔罐喽。没有，我们还是有自己的原则。对，还是有自己要求呢。你擀面棍就拿出来啊。哎，还是要跟他讲。那其实有男生也有女生啊，但是也是就。
我才说婉拒，也是会暗示的问，对对对，大家就说可能看人呐，看贵一点，我就说没关系的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全部是一律平等，价钱没有谈拢，没有价钱，一律平等，正当做，不是一律平等嘛？你的工作应该是一律平躺嘛？平躺，一律平躺比较正。好好好，要不然你就腰帮我处理一下，好，先处理，好来，好，没有邪念的，好 ，OK， 来了来了哈，嗯，哎呦，我那师傅现在是在处理哪个部位？哎呦，处理他的腰。哦，因为他平常如果会腰酸的话，这条竖脊肌一定是跑不掉的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你搭配你的呼吸，这个哈不能也不能通通怪罪录影太长时间。那还有什么问题？应该是打麻将吧。如果打麻将，打麻将也很适合找我，因为我都会遇到那种就是一展。里面打麻将，然后可能五个，第五个就来按，然后他们就轮流打，哦，这样也不错，对不对？不错哎。然后按的那个还可以在外场，对，像我就有遇过，就是新娘的婚前最后单身派对，然后那时候我在英国的时候，他们就是有找我找他按，但是那个会比较特别，哎呦，我那时候一进门有点特别一点，他们我闻到一种浓浓的香气，哦，国外的话就是他们讲大麻，他们在做大麻蛋糕，那时候。就是哦，觉得很特别，然后在按的过程呢、啊、也很特别，因为是按中东女生哦，然后她老公可能在按的过程也很不放心，所以全程90分钟按了90分钟，全程都在录影哦，就是都在视讯盯着我看，收证让我觉得啊有点尴尬，但是没关系，因为本来就是很正常在按。他看你的长相应该不会怀疑什么了，看我的长相应该觉得哎、欸、好像也不用担心，不用担心，没有是一个那个正人君子嘛，对对对对，你看起来就很正派，对呀，不会像那种。按到目前为止，有觉得哪里比较哎厉害耶？他觉得他真的有按到那个点哦。哎，那你觉得宪哥目前他身体这样子压起来，他身体算好的吗？如果是分1、2、3、4、5紧绷的人，他大概是第二。那我们当然是最好都是到第三，又延展又柔软哦。对对对，你二算是不错的哦。对，二跟四是偏稍微差一点点，那它是偏比较硬的那一派。硬，然后五的话是柔软。哎，你是硬派嘞，可以哦。没有没有，老师讲的对，因为我必须要把那个肌肉练硬起来啊。嗯。然后呢，开球很舒服，哦，这里很舒服。那开球哈，开球才有办法开很远哦。对，主要是这样。因为你要 get 到吧？那肌肉的弹性也很重要。对，肌肉弹性也很重要。如果太紧绷的话，你在运动的时候很容易受伤。但是太柔软，你在运动的时候你没有肌耐力，你也很容易，对，你也很容易受伤。这样通常都是女生比较没有力，所以女生需要多一点肌耐力。男生是比较紧绷，所以需要多做一些延展性。老师有没有感觉到我的脊椎是非常直的？我感觉到你的脊椎可能可以开一下。我刚刚有被开背，我也被开过。刚刚他的开背超舒服。看你想不想要试一下？很棒。开背是怎么开？开背可能先从正躺，我们可以转正面躺。正面哦。好，那躺着可以开背吗？对。正躺的话，先帮你开腰的部分。哦，开腰，开腰。对对。而且我发现开背完之后呢，呼吸到比较多空气耶，会比较舒服一点。哦。那我们头就放胸前。我们先看就是下半身的柔软好不好？哇，好舒服，感觉舒服嘞哦！来，我们这边慢慢的深呼吸，呼吸，好，吐气。先从放松腰开始，有哦，对，正常呼吸哦。哎，平常很少这个角度看宪哥那么久，而且一直在那边叫也很难得。好，哦，舒服。有开另一边也可以嘛，另一边也可以。好，哎，可能会我们 A 面开完，我们开 B 面。好，对，两边都正面。嘿，对，先放松一下。嘿呦，噔噔噔。好，OK， 好，我们慢慢的先深呼吸，深呼吸，好，吐气，来，吐气哦，吐气哦，哈，慢慢的先做放松，来了，有，这有开动，有，哦，太好笑了，好，我们先坐起来，先坐起来，哦，哇，对，好，那我们这边先站一下，很温柔哎，哈，很温柔，对，还有一个是站着开，嗯，那什么叫站着开？我可能会需要宪哥把手扣起来 ，OK， 放在这个位置，握紧哦，好，那我们现在把双臂往内收紧，收紧，对，然后吐气往后仰，吐气。对，还有一个需要你，还有一个需要你把脸像小花一样托在脸颊，叶子花，对，然后手肘往内收，注意哦，好，一样深呼吸，深呼吸放松，吐气往后仰，
哇哇，哎有哎，有对不对？专业，打开了，有专业，舒服又安全。哎呦，对，哎，它的里面的咔咔咔咔咔，一节打开，一节一节慢慢的，因为你整个拉高，你那个脊椎本来是压迫的，对，它其实是久了之后，你其实那个都是固定，你会觉得很不舒服。明天是我的打球日，我非打挂它们，再找我一次。而且你这样弄完开完之后，整个就长高了。哎，有哎，一节一节会长高，对，一定会有，真的有有，哎，真的有高，因为之前都缩缩的嘛。对，等一下电话留。对对对，好吧，私下聊一下。改天如果叫你来帮我们现场这样服务，真的没有问，神清气爽哎！我刚刚都有帮，我们今天可以录到四点了，我觉得。记者现在跟我讲是说，跟我讲是说，就是刚才这个节目我请吃饭。啊，你说哪个节目？大热门，怎么？综艺大热门等于是你的家，然后你，然后你想想看，你要摸着良心看哈，我就没有要接这个节目，好好，就没有意见我，就没有。有一个那个制作人，就是我之前大档的，从来都不会打给我的，他都有在做一些网络的节目。然后他看到我们那个大热门夜场六陪六滚，他觉得很好玩，所以他想要找我们两个，对，他想要找我们两个做节目。好来，他只是先跟我讲他有这个想法，然后他就问我说找你出去聊，知道你可以才回台湾，那礼拜五晚上，礼拜五晚上好不好？我晚上可以啊，好好好 ，OK。好，然后暂定礼拜五晚上，然后地点怎么样？我到时候再传给你。而且你这么忙，还可以？没有没有。我特地拜托他说，可不可以求他？没有，快求他没有，不要不要，杰哥卖了功。没有，我们只是想说，看点这个人很难得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一次在节目私底下聚会，真的吗？对。机器放在那边嘛。不好意思，其实我拜托他约你也是工作的。现在是做什么节目？就是我现在是我自己亲手做的，是台哥的节目。亲手做，木曜试操完了。哦，每次台哥在画外骂人。就是我。对对对。经纪人嘞。布局布很大嘞。真的。那来聊一下那个今天的正题，就是那老板现在就想要做一个，他想要再拉一条线，想要再做一个整台的综艺，那他就很想要做一个是怎么讲呢？其实他的形式有一点类似大热门，没发现对不对？那时候我卸下心房了，唱歌啊、表演啊、短剧啊什么的还是会有，但是比例就会是网络红人比较多这样。那时间他播出的时间就是。我自己认为比较尴尬，但你们可能觉得不一定。他现在预定是9点，晚上9点，然后90分钟嘛是到10点半，然后他也是，对，他也是1到5。哦，汉典坐在露露的旁边啦。其实正常来讲是应该直接问经纪人什么，可是我就拜托汉典是，我想要先知道你们两个人觉得说这个节目你们会不会有兴趣，或是你们觉得对你们有没有帮助，先知道你们的意愿。露露的态度很重要。但撇除时间，我是觉得还蛮好玩的。是是。我觉得会冲一波，会养一下就好玩。来源引导。我们两个觉得有趣，可以考虑看看我们才去出这个事。对，我觉得计划是有趣的。嗯，我说。层层关卡过，再重新过到两位的时候，请两位好好的考虑一下。电影当天整露露的最高潮终于到了。老板，好事当老板吧。哎，坐没有？坐好再来吧。哎，我刚看到听那个记者，他都问我为什么要拍一个什么节目。有节目，对啊，然后说什么，说怎么那什么自己跟自己对打，我就觉得很奇怪。因为我之前有一个朋友，就是他是制作人，就是麦卡贝那个。你说那个？对啊，麦卡贝的制作人。然后他就说要找我跟露露做节目，那我们去聊天。不过他说是什么同时段是怎么样？他那是网络的节目，网络的，一到网络没有时段啊，只是他首播的，对，是9点，啊是怎么样谈过吗？还是我们要是那个时候好像是就出去对，但是都还没有过到经纪人，你觉得可不可以？因为我觉得它是网络的，然后因为跟电视直不太一样，对对对，然后而且因为这件事情还未定，事还很大，然后因为我觉得也
不一定会有酒店，然后因为古局它是网络的东西，然后没有啊，没事，他没有记者现在跟我讲是说，跟我讲是说就是，哦是哦，对，要不然就是，刚才这个节目我请吃饭。啊？你说哪个节目？大人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我的想法是哦，刚好录到这有一个阶段，啊，你们就直接接那个节目就算，这样大家也都有个台阶可以下，嗯，好吧？那到底有两件事，对呀，这肯定这个节目是一定要有，对呀，我一定要有，我要有啊！哎，那个是对打的东西，没有，你们都去了，然后没有，那个节目也可以，那个节目也可以不用，如果那个钱是真的的话，有两三倍以上，那你就接这个就好了。嗯，但是老天爷再来，不是啊，没有让你这个对啊，这两回事。我做了一个这样决定。啊？什么？这是什么决定？是啊，哎，反正你也接这个新节目。哦，这个是哪个没接？是我吗？我跟你说，这关键是假鬼假怪，根本还没接。真的很明显，重点是什么？哎，他你竟然说重点是因为那个企划蛮有趣的，不是因为我从头就跟他说，我觉得还是要问经纪公司，然后问三立，然后问小晴姐，跟我们节目对打，然后说那个企划那种啊，对打啊，那真的不行哎，这不行，我没有办法。等一下，谢哥，应该是这样，应该讲这话吗？我从头到尾，没有，也从头到尾都没有给他主持，我只是配合演出。今天与其说是我们的愚人节特别计划，不如说就是对节目忠诚度的测试。大考验，大考验，哇塞，对不对？不是，等一下，哎，他刚才说，他说撇除时间，他问你说单纯问内容。Hello， 我是配合演出的好不好？配合演出，我是卧底耶。我是梁朝伟。引诱你，那你要拒绝才对。对呀，啊，我想当。因为我有跟他说，从那里就是要问经纪人，问小晴姐，我在讲。你这个大法院，你也是一样判刑呐，判刑啊！哎，不是啊，你们没有这样子害人的啦。我告诉你，公鸭，我现在，我现在完全觉得我那天吃6900，你们这样子骗我。Hello， 哎，账单在这边了。这里也是一部分，好不好？刚刚在房间里面，我请他们两位过来，我就聊了一下，因为这节目也做了那么几年了，已经快要1000集了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也要了解一下，说，哎，我们一起搭档主持人，他们的心有没有跟我们同在？哎呦，那我们刚有录了一些东西，我是觉得并没有跟我们同在。哇，令人遗憾，原来是这种人。阿里耶，根本丢掉。对，企划还不错，这个就已经是最用心的。知人知面知心哦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我刚刚是不是我有说那边的钱再多，我也不去主持，我要留下来主持这一个。而且我说，县长，你的房间又没有摄影机。我只能说你警觉性算高的，前面说溜嘴很多东西，是一开始还否认说没有啦，没有那个事情，后来喂，哎，后来才发觉说我好像都知道了。你们是不是有去吃饭？啊，对呀，啊，吃饭呢，啊。然后通都推的，要先听你的说，要先听，推的，不要自己先自首。对对对，健哥，怎么样？不能这样子误会我。我觉得汉典真的很贱呢，欸。我也是受他们之托啊，你知道？你是全世界最贱的人。我这一两个礼拜过了，你知道我良心过意不去啊。我每次看到你，我都不敢跟你四眼相交。两位贱人，我觉得你们没有约我，然后去吃6000-7000块，你还在那你贱我贱。你一开始有防备心啊？不是，可是我现在已经被你们觉得你们是不是在污蔑我？掉眼泪，没有没有，没机会了。我虽然知道你在骗我，但我觉得这样子很过分。我可以跟制作单位说，哎，不要，先不要，先不要吗？那么为什么会做这一段？你看，而且他真的很不会骗。为什么会做这一段？你看，这是制作单位的一个无声的警告。别以为在外面谈什么事情，我们不知道。答应这件事情，因为经纪人也没有跟我讲这件事情，从头就是一个怪。综艺大热门等于是你的家，对，好吧？你看你在这个家有了成长，你长大，美由天哪由地，美由地哪由家，美由家哪由我，美由我哪由你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这是我们的家，
这是我们的家，我就没有那个意思。然后你，我真的很汗颜。然后你想想看，你要摸着良心看哈，我就没有要接这个节目，好好，就一直没人讲我，没有，好好。这个家我们还是要你的，我们还是要凝聚力。但是呢，你要看看，你看你在这个家成长，从婴儿慢慢一点一滴成长，变成是一个咖哦。那你是一个咖。那你再回头看看，你在我们节目以外，在外面开那么多节目，通通坏掉。一个稍微有一点点，比如说啊，露露做的什么节目都没有，就没有，所以我就没有要那个。对，这死都要扒着这个节目，好不好 ？OK， 我刚才有跟你说，下次我们联手把汗点干掉。我有一个习惯，我大便的时候，大号的时候都要用水冲。那跟废了，不是只有用水冲啊，我还直接用那个棉花棒抠。不要这么详细啦。插进去哈，然后里面洗直肠，一定要插进去吗？还是外面冲就可以？不行，一定要里面插进去。然后插进去哦，一直憋气，一直憋气，然后先准备啪出来了，里面的水全部出来。什么东西？下列哪一种生活习惯可能会导致肺部感染的危机？哎呦 ，A. 五年没换莲蓬头 ，B. 半年换一次毛巾 ，C. 喜欢洗三温暖 ，D 每周吃一次火锅。肺部什么啊 ？A 我以为五年没换心情。喂，会导致，那我们吓得赶快换巾。对，要不然会导致肺部的。半年换一次毛巾啊。哦，肺呀。好，请给答案，一二三，亮答案。好，换毛巾啊，哎。换毛巾啊！我是觉得火锅，我本来想 B 跟 C 再选，因为火锅它因为这个火锅的热气增加加热之后，会呼吸会吸到肺部里面嘛。莲蓬头其实水只是冲头冲，它只是经过皮肤表面比较不会，可是毛巾的话可能会洗脸啊会。哦 ，OK OK， 那双 A 两位菜头哥呢？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讲，五年没有换莲蓬头。我有一个习惯，我大便的时候，大号的时候都要用水冲。那跟废了，不是只有用水冲啊，我还直接用那个棉花棒抠。不要这么详细了，太低调了，会有画面。我会把一只那个头皮也插进去哈，然后里面洗直肠。一定要插进去吗？还是外面冲就可以？不行，一定要里面插进去。然后插进去哦，一直憋气，一直憋气，然后先准备啪出来了，里面的水全部出来。什么东西？我有没有用过？你也是玩肠呢？他不是啊，他就是人猛脑冲的啊。你也是大肠头。请问郑杰来。但是与菊花无关。但是不要把莲蓬头放在菊花里面去啊，那个是没办法的。莲蓬头啊，其实我问你们哦，你们在洗澡的时候，你们感受到以前哦，有一个歌词是这样子，像一阵细雨洒落像一阵细雨，比较久一点，洒落我心底。还好我懂你，如此的感觉，如此的。我们接不上。是。所以呢，各位，这个莲蓬头里面啊，黑黑一个洞一个洞的，对不对？还是阴阴暗暗，又是潮潮湿湿，这个就是细菌最喜欢的地方。所以各位记得回去厕所，看你的莲蓬头里面如果颜色有改变，其实很脏了，其实是很脏的。如果有改变的话，那英国他们有做个研究啊，其实没有洗的那个三年五年了，大概里面细菌有三十种细菌，哇，还不用紧哦，因为哦，你洗的时候，像刚才你说的，洗的时候哦，你会唱歌，然后吸进去，然后你会对着你的鼻子，眼睛然后躲进去，对，所以就是会吸进去。那平常的人我们都还好，真的，但是如果有慢性疾病的人，他就是会吸进去，所以肺部就会感染，很严重。所以这部分跟大家知道说，其实莲蓬头很。脏啊！露露在幼稚园时，学初为了要矫正她的姿势，叫她每天都要踢毽子。请问，踢毽子可以矫正什么姿势？好了，踢毽子，
矫正什么姿势？想想看，踢毽子是怎么样踢？会有这个动作，这样踢，这样在矫正什么？站起来踢踢看，就像 Michael 这样。对对。好 ，OK， 来来来来，哎，来 ，OK 了，请作答，来，我有把握。好，好，什么答案？所以哦 ，Mario。内八字为什么矫正内八字？因为你内八字脚是这样嘛，脚是这样嘛，可是你踢毽子不可能这样，一定是要这样，所以要把这个这个髋骨往外往外拉，所以走路才不会变成这样走路。菜头哥，外八字在内外八，外八字。因为我跟你讲啊，我以前有个同学是校花，校花她走路都是外八字，漂亮，好可惜啊，舞蹈科，舞蹈系都是外八字，舞蹈系的，因为拉筋啊。后来他是当我学生哦，你可以走明显一点嘛，因为你的腿外八字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，好生气哦。我为了纠正他哈，我就故意叫他排了一个日本舞蹈。日本舞蹈是不是手？日本人都是手内八，对，去把它纠正过来。三个月以后，他在外面走路都是这样子。那所以说哈，那还是外八好看。对，还是外八好看。至少好看。踢毽子啊，踢毽子是正常让你的那个肌肉哈，可以就像马里奥讲的，可以放开驼背啊。我觉得有可能是在踢毽子的时候，因为你专注力在毽上，所以你不可能会这样。然后小朋友可能很容易驼背，就说要站着站直。请给郑姐来，郑姐哈，走路内八。其实我们从小到大，在两岁以前，我们会外八为主哈。我们小的，我们每个人都经过外八的时段。对。然后在两岁到四岁的时候，我们有内八的习惯哈。这是我们成长的过程中的大部分哦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会跟小朋友互动活动了哈。那踢毽子其实也是其中一个肌肉能够矫正回来哈。其实我们主要是告诉大家，四岁以后，如果你小朋友还是有内八外八啊，一定要去看医生哈，因为也许要用矫正器才能够矫正回来。走在路上，正好被鸡排店的香味吸引过去，深吸一口气，不小心吸进太多胡椒粉，突然想打喷嚏，请做出打喷嚏的正确肢体动作。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因为你是优胜从这边来。我觉得走路的时候，他要打喷嚏的话，人家说眼睛不可以张开，所以要闭起来，要不然眼睛会凸出来。然后是吗？是一个真的这个吗？我怎么没有听过？只有这一块讲到这样子嘛。然后因为打喷嚏要先捂嘴巴嘛，因为这样子就是保持一些这样比较干净。然后这样，那是无法。哦 ，OK。入口鼻，要不然会有一些。我的打喷嚏跟人家绝对不一样。小心你的直肠，有五十，小心。那臭！出马喷出去！天哪，这边的太可怜了吧！也要捂一下吧，要捂一下，看那细菌有没有口罩。对啊，口罩快喷出去！阿龙狐狸啊，这样。好，请看郑杰。好，都没有人，都没有答对，完全没有人讲这个。就是要讲啊，大家都有讲到部分啦。哎，这个是一只手要插着大概你的那个肢体部分，然后另外一只手就是要记得捂住你的嘴巴，然后嘴巴要稍微打开一点点，因为其实大家都有讲到一点点的重点。为什么呢？就首先我们讲肢体，因为你在非常就是站直的状况下站。就是打喷嚏啊，其实大家会有一些经验，就是你的颈椎很容易会摇晃，这样就像我们菜头哥那个示范的一样，你很用力哈咻的时候啊，其实颈椎真的还蛮容易拉伤的。是啊，对，小心哦。所以你要嘛站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支撑一点点肢体啊，或者是你就坐着，对，坐着。那照理讲是两手插住腰啦，但是你总要有一只手可以捂住。对，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嘴巴要捂住，就是要保护自己，也要保护他人嘛，就是不要把那个喷雾喷洒到整个环境，然后嘴巴要微微打开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对，如果这样子，我可以这样打喷嚏，咻，绝对被人家打，我不会骗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一个大男人在外面插腰，他咻这样子，很美丽啊，很美丽啊。你太暴躁了，太多了，别一直打人家。哦，还插，我先讲求有效啦，动作怎么样就另外了。有气他会变，他会蹦蹦蹦，没有关系，他有气不。
能坐飞机，把你什么你我的马骑，用怒气他会变变变，他会蹦蹦蹦保护自己。好累哦。哎呦，坏人把他拿出去，坏人看到你他都会怕你。Yeah。台湾的朋友没有忘记我们哟。是的哟。我走在路上，走在路上有一个15岁的小朋友过来看到我说：“哎，我认识你哟。”耶，你是新龙。你带于我的谁？不是哟，我是酷龙，不是新龙。哦耶，没了解了，没了解了，没了解了，我来我。嗨，好的谁哟？金鸡啊！春阳哦，大家好，我们是酷龙，我们就是全台湾机车族最害怕的团体酷龙。Yo， 好的 ，Yo，Yo， 大家好，好久没有来台湾了。Yo， 台湾有什么开心的事情没有？我告诉你哦，我最近来台湾，我们已经好久没有来了。台湾的朋友没有忘记我们哟。是的哟，我走在路上，走在路上有一个15岁的小朋友过来看到我说：“哎，我认识你哦。”耶，你是新龙。你我的不是哟，我是酷龙，不是新龙，而且我刚刚唱那首歌是成龙哟。对呀，酷龙模仿新龙唱成龙哟。没关系啊，都有个龙哟。但是不是重点，今天我们要分享事情哟。昨天晚上买了一款新的手机，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哟。什么手机哟？讲出来你不要吓到，看一下哦，是诺基亚。全世界都知道新闻话题很强，因为它会爆炸，爆炸的手机我们是不要的哟。哎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为什么爆炸你就不喜欢？爆炸不好，爆炸会害怕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你们过年放鞭炮，鞭炮也会爆炸，你们还是玩的不要不要的哟。对哦，有点道理哦。可是你的这只手机不能坐飞机哦，我们不要哦。不能坐飞机，你可以坐船的哟。有道理哦，有你得说服大家哦，没办法哦，用讲的可能不能说服你，是我用唱的哦，可以哦，老师音乐，昨天晚上我到门市买了一只手机，店员推荐我最新的一只叫做 Note 7，虽然社会大众觉得它像是5G，但我用起来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啊。昨天晚上他到门市买了一支武器，他到现在还以为他买的是只手机，用了一个晚上他看起来非常开心，但是晚上他旁边都没有人敢靠近。他用武器他会变变变，他会蹦蹦蹦，没有关系。他用武器不能坐飞机，把你什么你我的马骑，用武器他会变变变，他会蹦蹦蹦保护自己。好累哦。他有坏人把他拿出去，坏人看到你他都会怕你。耶，萨米达，谢谢各位。耶，这个这个舞蹈他们简单，还跳个两个人撞在一起。很喘呢，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他的手机你们买不买，请举牌。哦，问小姐你是，请问小姐这视线怎么回事？小姐你不要一起跳好不好？僵尸吗？僵尸啊，跳了，你跳了，哎哎，小姐你还好吧？没事吧？被电视机卡到了，真的，不要拉帅，不要拉帅，事情不妙了，这条路怎么回事啊？一堆孤魂野鬼啊，没有正常活人女性可以介绍给我吗？哦，正常的活人女性啊，对啊，那我们要先回到阳间啊，先生，这也是阴间是不是啊？什么黄泉路上面的街坊啊？哎，我们的主题就叫做爱阴阳大连线，嗯，是骂脏话吧？没有，妈的阴阳大连线，你在讲这谐音吧？不要，我要阳间的街坊就好。大家好，站长，站长，我们是达康的康达。哎，这是第三次了，第三次了，真的是很荣幸，很开心啊。那说真的，每次来到电视台啦，就真的有个感想，哎，怎么样？因为我们也算是搞笑艺人嘛，啊，是。说真的，身为搞笑艺人，最大的梦想，就是在电视台里面有个节目可以主持，真的是梦想吧？你可以主持吗？不要质疑我好不好？我应该还是有点机会了吧？没有吧？哎，你想看主持这件事情是要费很多心力，从以前磨练到现在，你不要小看哎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知道他们主持都要从就葬礼、婚礼，然后他要不是这种主持，
这种主持好不好？哦，不是吗？我讲是电视台的主持。电视台。电视台主持一般就是像外景主持开始这样。哦，你说土葬的部分吗？不是那种外景主持，不是那种商品的外景主持，好不好？电视台外景主持就是有时候会在路边问路人问题那一种。哦，你是说问路嘛？问路？不是问路，好不好？我说主持好吗？问路为什么不算主持啊？问路不算主持吧？关先生，请问一下，你知道承德路怎么走吗？就是问路而已啊。关先生，请问一下，你知道承德路怎么走吗？拿麦克风问路吗？有人拿麦克风问路的吗？来，先生，请不要逃避这个话题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看摄影师，看摄影师，快点。逼人啊！太逼人了，你知道吗？请说，请说。很好。好，那你知道迪化街怎么走吗？来，去哪里啊？要问两个地方啊。爸爸，对，问答节目是不是啊？那个问路型的问答节目啊？惩罚之间，不要惩罚吧，不要惩罚路人，太尴尬了吧？这样子问路的一种企划应该不错啊。没有这种企划，有的话也很无聊，好吗？是吗？我说的是那种外景主持的时候，比如说问路人啊，就是对一些现实事啊的一些想法啊，对，像这样子啊，怎么样？先生，请问你对昨天的银行抢案有什么看法吗？哦，我个人觉得大家应该要多注意啊，这个抢银行的时候，这个钞票是很重的，所以你能带走。就抢匪啊你！我才不要抢匪，我也太幸运了吧！你们这个外景主持人也是蛮辛苦的，来收下吧。还给我小费，酒店啊？不会，没有那么容易采访到抢匪啊！哦，再一次啊！先生，所以对昨天的银行抢案有什么看法吗？哦，我觉得在这个通货膨胀年代里面啊，这种事情啊是要多多鼓励的啊，不能鼓励吧？这是反社会言论啊！哦，不是，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国家寻找到新的这种纾困方案呐。就抢银行纾困嘛，这社会大乱啊！是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的理念。支持你，警官，我可以走了。对，还是犯罪者啊！我怎么采访到犯罪者？不能犯罪者吗？不要犯罪者好不好？再一次啊！是啊，慢跑人啊。先生你好，请问对昨天的银行抢案有什么看法呢？哦，我们现在正在全力追击中啊！你就警察，看起来一点不全力吧？前面的那个歹徒，车快停下来，车快停下来！太开车了，永远追不上吧？跳过什么？跳过超级玛丽是不是？哎，你的那个伙伴们都已经跌下车了，为什么不帮他们一下？你跳过他们伙伴了、啊，抓起来，都是犯人啊！到底有几个伙伴被跳过了、啊？好嘞，放心了吗？好啦，哎。那将来不可以这个样子了哈，拜拜。柔性劝导是不是啊？对银行抢匪柔性劝导有用，社会就不会这么乱了啊！不可以这个样子。重点是，我觉得这样的话，我就当社会记者就好了，我随便采访到关系人了，我还当外景主持人呐、啊？没有，我觉得刚刚完全就是你这人主持的问题啊，是你演的角色的问题吧？没有，你是一个什么娱乐线的主持人吧？你为什么要问那么严肃的问题？你问一些轻松的不行吗？对，像是什么？对吧？好比如说，哎，先生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你现在目前有对象了吗？哦，目前单身啊。哦，母胎单身吗？这太失礼了吧？有母胎单身啊？备胎单身，备胎单身、啊，听起来比母胎单身更难过了。就是单身，很好啊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刚刚找了一整条路啊，路上每一个男的、啊、全部都已经死会了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。这条路上只有我单身而已啊，我也太悲哀了吧？哎，不要难过，我们的节目就是为了你而存在的。哦，是要帮我配对吗？啊，对。好，谢谢。你对于你想要的对象呢，有没有什么理想的条件呢？我就喜欢比较白的女生。哦，那你可以剪一下这个红包吗？冥婚是不是啊？太白了吧，这惨白了吧？白要透过去了，不要，太透了。我想要活着的，复活是可以啊。对了，不要复活他，真的要复活他，干嘛？我来了，附身啊！你不要给我附身的女生好吗？我要真的活着的女性，活着的女性，对，活着。那你在这边稍等我一下吧，我马上帮你找。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请问一下，你是活的吗？有什么问题啊？太失礼吧，人家一定活的好吗？不是吗？不好意思，不是啊，不是吧？一样演啊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你是？请问，小姐，这视线怎么回事？小姐，你不要一直跳好不好？小姐，僵尸吗？僵尸啊，你跳。哎，小姐，你还好吧？没事吧？被电视机卡到了。真的？不要拉算，事情不妙了。这条路怎么回事啊？一堆孤魂野鬼。对啊，你有正常活人女性可以介绍给我吗？正常的活人女性啊。对啊，那我们要先回到阳间啊，先生。这也是阴间是不是啊？什么黄泉路上面的街坊啊？哎，我们的主题就叫做爱阴阳大连线。你是骂脏话吧？你妈的阴阳大连线，你要讲会谐音吧？不要，我要阳间的街坊就好了。那你还有别的条件呢？还有别的条件？最后的一个条件，我帮你一下。我喜欢那种会做料理的女生。啊。懂，掌握一个男人的心，首先要掌握他的胃肠。多了一个字，通常是掌握他的胃而已。胃肠，那也未尝不可吧？讲什么闲笑话？未尝不可闲笑话。好，冷静点，我现在帮你去找一下哈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请问一下，你平常会做料理吗？哦，会吗？是吗？真的会做啊？哦，都做给你先生吃是不是？有老公了吗？那我没希望吧。旁边这位帅哥就你先生啊？
那我想要推荐你们个新的对象，不行吧？不行吧？人家老婆在旁边，这不好吧？也未尝不可，是吧？绝对不可，绝对不可，好不好？不可以吧？哎，人家感情很开放哎，哦，还有两个名额，是不是？两个名额，两个名额什么意思？这什么感情状态啊？不错，新团吗？没问题，来来，请过来，请过来，真的来啊！哎，这位就是我想要推荐给你的对象啊！我真的可以报名吗？当然可以啊！那另外一个对象，你稍等我一下好了。嗯。不要再附身了，你。谢谢大家。掌声鼓励。稳稳稳。哇。他们是真的有紧张，我给的是88分。那你会觉得奇怪，88我怎么输给那两个王八蛋呢？好不好？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我曾经讲过一句话，最精彩的那一次表演就是出错的那一次，他们两个不止出错一个地方，哇，他们整个剧都是一个错，满满的错，我应该要吊词的，是，不应该记得太清楚，对，演一演，对，对，你们连一个讲出功夫之王，连一点点哦卡词的都没有，没有，他们太精准了，设计的，您的表演是非常好的，完美，所以我个人给了88分，谢谢建哥，那也要看其他了，1、2、3、9、10、14。因为他们的表演这么紧凑，可是他是有呼吸空间在里面的，对，而且他要对很多的抑扬顿挫看不到的对象是演那出戏，然后要回来跟他的搭档做回应 feedback， 这个东西一点差错，这个螺丝都不能松掉，是，哎，我也给这么高，哎呦。9字头的语速要很快，我们要立刻听得懂，要 get 到，而且他们还有加就是肢体的动作，对，而且有一些东西你想一下还是会笑，因为那个短那个是僵尸，很有画面，对，现在要增加出来是什么，就是观众缘的部分，哦，现在没有，我想知道，我现在不是说没有，就因为熟悉这个人，有些表演有没有，我都讲了那个卓别林，哦，对，卓别林最精彩的演出就是他跌倒摔昏倒了嘛，对，他待着演了一整天，没有人笑。突然间，他呢踩到他自己的拐杖，啪，砰，头撞到地板，然后就昏了。底下他说，他的回忆录里面写的说，他是在观众的笑声当中醒过来。哇！醒过来以后，他突然间觉得啊，我演了一天没有人笑，我跌倒大家笑成这样，所以他醒过来以后就变成，只要有这些动作一出来。这是他的脚，对，所以角度是在这样。